哇，好多蜜蜂啊！小奥塔被被咬了，这是什么材质做的呀？这个材质好像挺吸引蜜蜂一样的哦。对，它不会在里面做窝吧？应该不会吧？小奥塔，你不要吃蜜蜂哦，怎么办？快快快，不要在这里玩啊、哦！在这里玩。过来吧，过来吧，过来吧。大白，你也是啊、哦，蜜蜂不能咬的，大白也喜欢咬蜜蜂。他想去玩哦，还想去玩，一点也不怕，被咬一次他就怕了。待会我们要出门的话，你看他不可以随便玩了吗？小心点啊！待会呢，我们准备去一趟市里啊，去市里呢，准备看一下那个，弄小院的材料吧，什么木对，头啊、石板啊之类的，看能不能找得到哈。看有没有好一点的材料吧哈。对，我们镇上的话，还是东西还是比较少的哈。在网上买，好多也不发货，对。真的是像那种很多材料的话太重了，没有办法发的。对，话说我们已经好久没去市里了。对，我看你要想去吃肉了，没有，顺便顺便顺好久便。没在外面吃饭了是吧？对，行了。刚好这两天老徐这个手也有点拧到了，休息一下吧哈。你这个不是这两天搬石头搬多了还是咋的？又跟之前一样有点拧到了。有点那啥，就是动的时候嘛，手腕也要用力的话，它就有点那个筋拉扯的感觉，知道吗？筋又有点拉伤了。所以戴一下这个感觉好多了，就用动的话就没有那么痛，知道吗？就是因为那啥嘛，因为正在把这个手腕给护住了嘛。这个墙也还差一点这个漆呢，外墙漆，看有没有小桶一点的，再买一桶大的又多了哈，看有没有小一点的。我们这边镇上的话就只有一种大哎呀，大很的，少，对，因为，对，所以说我们到市里去吧，走，对，出发再吧，看看，小桃，小小心心点，点，你在这里玩，你要不要跟我们去市里？哎呦呦，我手上有一个，哎呀，救命啊！小桃，好了好了，别到时候回来变成大脸猫了啊、哦！别到时候变成大脸猫了，快听话，我们走了，你要不要跟我们走？给麦爷开一开，给他练练车子，练练车子，他舍得给我练一下了，高市长给我开哈。是给你看，好吧，我先指挥你倒出来哈，大白一脸惊悚一样，哎，惊悚，这是什么？大白都放心，比你还放心。你倒你的就行了，按照你的想法倒。肯定没刮到啊，你不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你要把方向盘打正就行了。方向盘回正，到嘛到，走走，还得我指挥一下啊。好了，我可以往左打了。走。万一开这个车子也挺酷的。好了，走了。等我呀，等我！你不应该直接往前走吗？走吧。那个啥，这个倒车视野感觉不是特别好，我没倒习惯。对，我们这个车倒车视野的确是稍微一点那啥的，对，盲区域有点多。感觉没有看一下，感觉有点难，就慢慢的哦。来，试一下。来试，看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啊？它提示啥？释放驻车制动，没放吗？没放到底啊？看，没放到底啊？我就不看，你就放不了。你说怪我说你吗？底啊？对，你看。所以说什么要多开呀、啊？你老是不给我开啊？那你后面知不知道了？到时候那手开不了，我看你怎么办？又要出去，你说怎么办？往右拐。我现在到镇上的路我都不知往道。右拐。你看你又开始凶了，你看你为什么呀？因为前面你都出不去了。我看你啊。跟你说话，你又看不清路了，知道吗？对。我都不知道现在出到路口是要往哪边走，往左，往左走是吧？再往左。没有车，没有车，再往左。好吧，就怕你们，好吧，上来了。上来也要换了，你看这边车都没有，不给我练一练，练车的好司机。我只是跟你说了嘛，你拐上来以后，你的车不应该在左边道上，应该在右边道上，知道吗？要多练练嘛，没有车感不是特别好。
这打给你。是你咋为啥找为啥老不给我练呢？怕我开车跑了是吧？人家说。可不，你这男人一万一惹你生气了，一脚油门就不知道跌哪里去了，我找都不好找你，对不对？车都没有出去找了是吧？就是，真是的。那能给你好好练吗？那不行。那你让我把脚裹起来好了。脚不用裹起来。我跟你是。那玩意儿脚能跑嘞？我们是形影不离呢。你实际跑两分。脚，我脚跑的能跟得上是吗？你跑两分钟，我就知道你那啥了，我就知道要去找你了，知道吗？那你跑不了。但开车不一样，你开车开两分钟，我就不知道你开哪去了，是吧？在这边把油加满了，多少升呢？加了100多升。好久没加油了。800多块。现在油加多少钱了？7.4块。哎，降价了。之前我们加的是零下35。哦，对，不用加零是这样的。现在一直都是8块多。对，所以给它加满嘛哈。嗯。这边上高速了啊，老徐又不敢给我开了哈。真的是，高速有一辆车都没有。高速开个90，我还是能开的啊，能开个90就行了吧？现在开100，看把你吓的啊！大白是不是？大白，哎呀，你看大白多悠闲呐，大白一点都不怕是不是？你这个手开车没事吧？没事。啊，但这个护腕的好处就是，能防止你这个手腕用力，知道吗？是吗？你这样动不到手腕的力吗？对，动的是胳膊的力。啊，手腕还有点用的哦。对，这个肯定有用的。到了市里了，这边是一个旧货市场，然后旁边还有一个木材市场，我们在这边逛一逛，看有没有合适的这个木头类的呀，或者说是看有什么，比如护栏嘛是吧，我们看有没有什么护栏啊之类的，反正各种都看一下。防腐木看到没？这边有这个专门做凉亭防腐木批发的，我们也过来看一下这木头。哎，这就是之前好像有看过哈。不记得了。这个秋千，这边就有这个弄好的这个木头。这个是防腐木哈，这跟我们刷点木蜡油有什么区别？它统一刷的呗，是不是？处理好以后，它自己刷成那个防腐的呗。人家这边搭的这个不错，这个像一个工具房一样的，这个我可以搭一个，这个学一下搭一个，这个我们可以到时候靠着围墙给它搭一个，放点我们那个工具啊，或者是农用工具啊，还有一些肥料啊什么东西的嘛，都可以放那边哈。户外弄一个，我觉得这个可以。别人那个顶也不错，那个顶有一个瓦顶嘛是吧？那也可以，这个我可以做。塑料的。弄个塑料瓦顶就行了。等一下问了一下这边的老板啊，他们还没上班呢。明天才从内地过来。这木材好啊，挺直的又轻哦。这防腐木嘛，它这个是4米长的，4米长的宽的话，大概在8公分左右。19块钱一块。19块钱一块，厚度1.几厘米。19块钱一长条，一条。对，其实做个门什么的，就是拿这种东西也可以的。嗯，这种好看的又直哈，又防腐。还有这种厚的话，可能我们这不太用得上。这木方我们有。对，我们这秋千1000多，已经旧的不像样了。它是去年做的。我觉得，哎，你买了这种不是回去做了吗？不就这种木方吗？那你跟木方我自己搭是吧？钉不钉头本啊？它也是钉的木头啊，钉的那个钉子。我觉得可以研究一下，做那种简单版的，不要这个不好做，做那个简单版的。你做个架子之后，做一个简单版的就行了。不要做了脏的，好多灰哦，好多灰。走吧，我们再去前面看看吧哈。旁边还有一个木材市场。这边东西还挺多的，你看这不你要的这个顶吗？是不是？你可以买一点回去，到时候你做那个顶了。这个顶看看多少钱？你看，
一块就够了，这是防瓦顶一样的哈。嗯，在我们屋顶装这个是不是也不错啊？会先飞了，这不知道怎么固定哈。这怎么卖的，老板？这个那个2.0厚的，19块钱一个平方。19块钱一个平方啊？对。啊、嗯。哦，拿了回去啊？它能不能走了？它这个宽是1.05米，长是你要多长，我们做多长。啊、哦。我们让老板给我们切两块这个，拿回去，到时候做个工具房，怎么可以弄个顶哦？对，这个顶。试一试看哈。走。塑料的，仿这是树枝的。树枝的。嗯。然后先看看好不好用。这边好多这种木材哟、哦。这大木头。这像是果木一样的，这个是。嗯。这里面长长直直的哈、哦。对，其实这种的话，我们要弄几根回去，做那个做秋千架子，可以自己做的呀。是啊。这挺好的。三根木头就可以做一个秋千了，是吧？对啊。赶紧看看，这么大怎么拉回去呢？这杨木，要这么粗的，要大一点嘛。啊，这种粗的就行了，这种。买这种的。这种就行了。这种木头拿上面，拿三根嘛。你看看。麻烦来装货。买装货是吧？这样的不能拿上面。这种是松木啊。松木的。你想好看一点吗？你想搞造型一点吗？抛光一下。自己给它磨一磨，耍弄清气。哇，这个都有点粗，复古型的，好看。好看。嗯。这多少钱一根？这个你要了吗？120块钱一根。那个杨木的多少钱一根呢？杨木的那一个嘛，100块钱，那个大一点有100。啊。哇，松木的。这个它是不是还有点大？松木的，再小一点的行。这好长啊，这个。嗯，4米。4米啊？嗯。四米还用不了啊，那么长。用不了的，你可以切掉嘛，可以切掉。挖。可以切掉。挖个40-50公分不得了的。挖埋下去多少公分？埋下去1米。要买1米啊？嗯，买杨木可以更粗一点，杨木100。嗯，杨木100，松木好一点，我觉得。但是你想想，这个怎么运回去啊？一整个运回去。他们这边怎么运的？老板这边有没有帮忙带货给我们运回去的？三轮车装。三轮车装。远的，我远的呢。在五团呢。我在五团。团。喂，你这行不行？5米5、6米这样子的。这他么大的，你让那个这他妈大，其他那种专门带货的车也带不了啊，带到正常的车子那个一般的车。你看你们有没有认识这样的车子的？我过来嘛，我给你装上去就行了。啊、哦，这边真的是各种各样的木头都有，多大多长都有哈、哦。哎呀，你看这种也可以哈。就可惜了，这边不好搬回去，不知道怎么弄回去哈、哦。这个难点就是要找车子。有人家那种专门帮人家带货的还可以，你要这个多值啊！这个，老板，这个是什么木头？松木。这就松木啊，这三米的。这个有3米吧？这个刚好三米。啊、哦，这三米的，回去看看我们院子有没有哪个位置适合。对。先看好，先了解一下嘛哈。嗯。现在也拉不回去。对，我还找到车子，看一下。再看看有没有其他别的木材。有收获啊，至少知道这个地儿。嗯。这种做什么都挺好的，松木。哇，那当时我们弄葡萄酱应该把它换成松木了就行了。对，松木结实啊哈。这个拿来做那个杆子就可以了。嗯，100左右一根哈、哦。对。这边有好多卖这种石头的，我们过来看看有没有踏步石，好看的哈。哎，你看这门口上面是像青石板一样的哈。对。这我们问路到这边。这全是石材。这边不好找啊哈。不问一下真不好找。哎呦，看人家什么石板都有哦。哎呀，这市里也是什么都有嘛，镇上什么也没有。嗯，这个是铺路的，就是一般在那个公园里铺的，看到没有？嗯。这种的，现在看吧。这一排感觉他们卖的都一个样，就是这种，跟瓷砖一样的，规规正正的这种。想找那种不规则的那种没有哈。这是5公分的。像这种长方方正正的，想找那种看不规则的那种叫什么碎石纹呢、啊、还是什么的，龟裂纹还是什么叫啊，龟裂纹一样的那种比较自然一点、哦、买不到那种，都要订货，都是从内地拉过来的，要的少的话就没有，太重了啊。这一家看看，他们说也可以做不规则的，就是把那个打碎掉自己拼，打碎掉拼不一样啊。啊，这是那个正常的啊，这个就是那个，这也是听不死。这个是5公分的哈。啊，对。5公分，这个多少钱一块？是吧？这个的话，我看这个是200。多少钱？这个60乘30嘛。
啊，零点一八嘛，看。二百二一平方。二百二一个平方，就是点六块。五点六块。拿这个多少钱？二百二。二百二。出一个。40块钱。40块钱一块。40块钱一块。嗯，这四十，这厚，这个呢？这个170一个平方。就是没有什么颜色的，这种是最便宜的。嗯。像那种有颜色的，它都会贵一些。嗯。主要是它那个也不是特别好看。像那种的话，我们可以不如自己做嘞，自己买个模具自己做的话，方方正正的我们自己也能做。对，走吧，回去自己做。在石头这边没有什么收获感觉。那么大，你想搬回去也不容易。先去吃点饭吧，逛饿了哈。出来感觉走走就是挺累的。嗯，先吃饱吧，好饿。好久没下馆子了一样是吧？是，好久没来市里了。好久没吃烤肉了。这个点有没有吃的？应该有。看一下吧哈，两个多月没到市里来了。嗯，今年好像都没怎么到市里过。今年就没来过市里。嗯，这个点随便点一点吃吧哈。外面抓饭都没有了，就点点小吃吧。嗯。嗯，哎，你现在人也没多少了。先吃烤包子。哦哟。嗯。对，先弄的。好干了烤包子。有点凉了，加热的。好，还晚了，先做的好吃哈。嗯。有点凉凉了。凉皮，酸奶冻的。嗯。现在白天感觉好热，十几度啊。是啊。嗯。那暖气应该差不多停了吧？哎，进来也没觉得有暖气啊。嗯。嗯，凉皮可以。嗯。还热的好吃，我要趁热吃啊。搁点原味烤肉嘛，怎么撒那么多料啊？啊，这就是原味的嘛。嗯。鸡肉感觉有点重。来，干，好久没吃烤肉了。嗯，还有这烤鸽子。嗯，还可以，还挺嫩的。挺嫩啊。嗯，在新疆时间待得长啊。嗯。这新疆的美食呢，嗯，要隔一段时间吃，感觉就是特别的特别好吃。天天吃感觉也有点腻哈。会有点腻的。但是像我们到市里，一两个月才来一次的话，感觉好香啊，是吧？对啊。嗯，主要是烤肉，其实天天吃也还行。对。就是不是？镇上那边没有烤那么好的。嗯，你要说你要在新疆啊，就是说像旅游一样的话，嗯、你就每个地方走的话，你吃美食也不会腻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每天吃的都可以，隔一段时间可以吃的不一样的。嗯，每个地方还是有点区别的啊。对。这也好吃，但是不要放那么辣椒就好了。嗯。嗯。